是谁让你派人刺杀王锦的？既然他那么喜欢赖在云龙客栈，那就让他永远留在。喝了这碗交杯酒，你就是我的男人了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受什么委屈我都不怕。王锦，你简直不是人！我和公主都已经成婚了，你还私会他？ 皇上身体不适，由我代政。我看，还有谁敢不服？如今你们宁国秦汉室篡位，国家动荡，你可有什么打算吗？若要起风，享受着饱腹于前途。